那个成人营业啊，不是开那种天价叫我下去弄、啊。真的，我这边也常常收到人家要包养我、啊，人家要包养我、啊，有人包养你？对啊，对啊，而且你就在公园那个同一个位置。万一我现在不去的话，万一其他男生会捷足先登，所以我一定要去找女生。我只要你的一份关心。大哥，好久不见！不可能以前，哎，不对啊，不可能以前压，现在也压吧？这梗那么久，我是照本宣科。哦哦哦，欢迎郑生，好怀念。我满足我们企划，我们企划很喜欢写这种小短剧。刚刚那算小短剧吗？刚刚那算快节奏。OK， 对对对，秀中之秀 ，short 中的 short。其实大家对你做出这些奇怪的事情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就我完全不会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是奇怪，从奇怪变期待了。对，你会觉得他一开始在闹，后来发现他真的喜欢表演。因为我们这个计划说他之前他住大同附近，他说他常常看到你在便利商店里面穿的吊嘎倒立，好感动，那哇，你有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你讲一个这么 detail， 好 detail 的事哦，这是真的千真万确的。对啊，就是我说啊，因为感觉来就会突然想要倒一下，哦。手臂没有练一下，就突然想就感觉要想要练一下，哦、对不对？真的很爱表演啊！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要做什么 YouTube 啊，对，因为我表演比较没有就是固定的套路，会比较死板子。因为我们之前一起参加过那个沙太尔那个演上，嗯，他已经是有我们都是照着本演的，但他就是会、欸、奇怪呢，就看着本演，为什么不太一样？一样但又不一样，可能风向星座吧，我天秤座关系，上升又水瓶，天秤加水瓶，这种就会整个又理性又感性吧，就不想要每次都一样，感觉会不会有点 boring？ 外表给大家是非常狂放的，但你同时感受度也是高的。我看是好像比较啊、不拘泥小节，嗯 ，JPN 小节，那么永远，随时随地想念 ，every day，every night。完了，我变老艺人了，哇，我好烂啊！一听到歌就想唱。对方一点小动作，我会觉得哎呦好贴心，好温暖啊。或对方一点啊不经意的小动作，我会可能会受伤。受伤，因为我也是人类，也是会有 emotion 的。对啊 ，emo， 对我常常 emo 到底，我常常 emo 的，我是黑底白字专家。他们那个公司你也知道，常常把他们弄到过劳。没错，没错，快累死了。不要那么真诚好不好？刚刚早上才从越南回来，三天两夜疯了，那人出国那么短啊？工作之外，护照还要被培根弄掉，超可怕的，超可怕。就是你们除了工作压力很大以外，还要提防发大仔，很多发大仔，一大堆人发大。你也算是发大仔的一员吧？对啊，你是第一个因为千人斩上周刊的人啊，百人啊！那我再跟他强调一下，千人斩我要这里下一个。千人太厉害了吧？那已经是北流嘞。你有没有想要就是像从事清水剑这样的职业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想要往那方面。有啊，有那个他们那个成人影业啊，不是开那种天价叫我下去弄、欸。真的，我这边常常收到人家要包养我、啊，人家要包养我、啊，有人包养你？对、啊。这件事情很勾追，很勾追，很可爱。对啊，你这样现在就是有多少钱逼你下海吗？有到200多、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其实蛮多的耶。其实还是会想一下、喔。没有，不行啊。不想啊，因为我喜欢做表演，我的兴趣是表演啊。超级风火轮、啊，无敌风火轮。对啊，而且你就在公园那个同一个位置。就从翻周那个周刊开始啊，经典的回忆，好看的、欸。进周刊感谢我，那造成好大点阅率，超级大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可以出一部这样，露脸但是不露部位的，不露部位的。韩国的成人片就这样，那好像可以、欸，那比较像演戏了，对对吧？那种表演就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啊。那如果你不小心放进去，放轻轻一下下就好。这问题问得很棒哎、欸，对，看不出来。那影片上是看不出來，我以为是像检察官在问问题。对对对，照你。如果你有放进去吗？如果你是不小心呢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搞不好有啊，因为有很多国片啊，都会演、啊啊、演床戏啊，就是色情片的床戏。那 OK 啊，那可以、啊、OK 吗？那可以。那部片大部分都是床戏。
你说一小时半，有一小时二十分钟都在床上，都在床上。对，胖哥，你200多万这样你去拍 A 片，2万就好了。你也像有毛的美丽耶。标题就是200多万请孙生拍 A 片，惊叹号问号，他答应了吗？会不会点进去看？会吗？好记者的主题哦。我一定是这样的啊。对，我有蛮多经验的、啊。好，我们今天有一个感谢的小事情是，其实牛排馆的玉米浓汤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意义。这个就是很感动的一个事情。嗯，高中的时候，以前那个穷嘛，以前那个很穷啊，低收入户这样。然后那时候跟那个女朋友，就是吃那个夜市平价牛排，嗯，吃一吃，然后就开始狂掉泪。为什么？觉得自己很没用，怎么不能带女朋友吃更好的？然后那时候就边喝。就一直哭，嗯，包括那时候骑的车也很烂，我那时候努力存钱，花了10000多买那个菜篮车，都很自嘲说：“我这个才是战车啊，你们那个路上太多会撞车。”就边喝边哭，这可以喝的吗？可以的，而且我们为了你坚决牛排店买玉米浓汤，我们只要玉米浓汤。跟大家讲说，你有听过孙生的故事吗？他200多万不要，就为了玉米浓汤。这两个是串在一起的，所以玉米浓汤对你而言是非常怀念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就这个味道，因为那时候可以无限续汤啊。那个这种故事其实大家听都会觉得蛮励志的啦。就算你现在有足够的收入，你本职也没有改变吗？没有，我超级节省客家了，节省几台车？6台，但有很多是这个。我上次跟你聊天，你才4台，怎么变6台啦？我下一个维明哥啊，超屌，真的是。但是他喜欢的东西，好像就真的会愿意花钱。公仔跟重机嘛，对不对？你也不买名牌啊，什么东西？没有。然后也没有什么大头症，千万不要误会孙正有大头症，他就是习惯不好而已。突然来到撒泰尔的感觉。啊，艺术表演的那种放荡不羁感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会最期待他的表演，因为。会不可想象，因为有的时候幽默这件事情，它是一种技术，你用逻辑去猜到的话，就会没那么好笑。对，就跟电影一样嘛。就是、对对对，猜到结果，可是他猜不到，这人太奇怪了，就是你不知道要干嘛。那你这样一路走来，你有没有就是最感谢的人事物？我感觉好像很多人讨厌他，但是我还蛮喜欢他的。小哥哥爱你。错，怎么会他？这样资料有点错。就是制作人啊，孙乐欣哦，小新哥，嗯，因为他那时候看中我去那个麻辣当助理主持，其实那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机会啊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修炼，对啊，就是很棒的修炼 ，maybe 语言架构变好啊，我以前讲话更笨呢，完全没有介系词，哦，你那个已经不是没有介系词的问题吧，你主持也会不见啊，对，就是那时候。在金姐旁边那样训练呢。嗯，孙生，不要乱插话。这才是造就现在的你吧？敬业厉害，敬业一路。哎呦，接这个大直的一条路，不住台北的人还接不到梗呢。想不到接这个，我还以为你会最感谢像酷炫这种。可是我们像是猛毒一样，我们就互利共生啊。我们也是每天争吵啊。我跟柯西截然不同，应该是会争吵，但是你们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方，这一点其实非常难呢。商业利益的纠葛之下，很容易这样子就走散了。他很理性，我很感性啊。嗯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被我的感性给感动了吧。你就在他面前哭吗？哭的，我就说抱着他吗？最近也是去苗栗也是吵架啊，因为他平常比较没情绪，比较冷淡，比较敷衍，我都习惯了。10年前20岁那时候，19、20岁的时候，就第一场校园主持，然后那时候坐高铁回来去外地主持嘛，高铁回来我就觉得很棒，这第一场我就是好像打一场胜仗，同学们笑哈哈，我就很开心。嗯，我说姚轩我们去吃饭，他说我会找女生，他就坚持要找女生，我就那时候很受伤，我说我们打一个胜仗应该一起吃个饭吧。嗯。小小轻松，随便吃个豆浆也好啊。我说不行，我要找女生。万一我现在不去的话，万一其他男生会捷足先登，所以我一定要去找女生。我说你眼里怎么会只有鲍鱼啊？兄弟情呢？你眼里有兄弟情吗？啊，就这样，就我之后就再也没他，没有约他吃宵夜。哦，啊哇 ，never 吗？对，我觉得我热情邀约，结果你坚持要那个，我觉得啊，好吧。所以你因为你有你的道路要走、啊，你跟他这么亲近，也是会被他的冷淡所伤害到。我就习惯了，嗯，慢慢的。但你们心里还是有彼此的、啊，还是有，肯定有，肯定有。但是平常就像最近吵架，会是吵什么？吵的时候我听他指令嘛，我做一动就受伤了，哦，大受伤，超痛，去拐到了、嗯、我们做个routine合体技，他就叫我跟那个跟我们一个小朋友少安嘛，他要撑我，说他已经撑不动我，我会受伤，那个过了真受伤了，那时候冰敷什么的。
结果我受伤的时候，他还做自己的事。那时候我就大生气，他继续做自己的事也没关心。那他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程度呢？那我听你的指令，因为我像是酷玩战士一样，我对他感觉是他是变成那个 Nemo， 嗯哼，洗脑酷玩战士那个，理解那是 Nemo 吗？忘记他名字了，我忘记了 Nemo 应该是小丑鱼吧？我听到庄晓轩的声音，我就会开始想要执行那个指令、okay ，想要执行那个指令。然后你一受伤，他又马上转头去做他自己的事。对，那时候就有点受伤，我那时候真的生气。就是在同一天发生。同一天发生，我那大爆炸，我那把那冰块。那冰敷嘛，嗯，把那冰块往天空丢这样。春日的蝴蝶我说怎么那么冷血啊！天哪、哦，你觉得不受尊重？对，因为我说，如果你在做 breaking 你受伤的时候，我一定放下手边的事情，去看看你，我一定会关心你。我说哪怕小伤，我也会关心你。但我觉得他就是过度理性，他就跟我讲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他的心态一定是你已经受伤了。你没办法拍了，但这个公司还要继续存活。他是过度理性的人，对，所以他还是要继续把工作该完成的工作完成。对，也没有错，也没有错。对，我一个很感性，很理性。他当时跟我讲说：“他说孙生，你这样摔冰块，我当时第一件想的事是，这边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对你感官不好？会不会到时候又出事？会不会又要上新闻？”我知道，可是他讲别的事情也合理。可是我说你想太多，我只有你的一份关心。你想太多了嘛！我说你的女友受伤你就关心，你兄弟受伤你都不关心，我还在做自己的事。对啊，你会吵我不会吵吗？我现在就吵。逐渐习惯了嘛。我说一个团队有这样的人也好事嘛。如果一个团队都是酷炫还得了，那多无聊，多没火花，没感情。真的，对，你是那、啊、都是我还得了哇！每个人把冰块往天空丢。对啊，今天就是下冰雹了，也只能在反骨他们吵架了。所以刚好就一水一火、啊，算是互补。所以呢，其实孙生到目前为止，大家一直以来都现在就是觉得他表演已经炉火纯青了，也不敢了、啊，就是很喜欢，很喜欢表演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考验他的表演技术，睡要玩一个小游戏，演技大考验，睡。三杯饮料，其中一杯会是特殊口味，喝完三杯并不被对方猜到特殊饮料是哪杯，每失败一次，惩罚一杯苦茶。轮到我的回合了。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？奇葩告解室，敬你一杯，快点喝了。第二杯，奇葩告解室，快点，已经狙下去了。第三杯。奇葩告解室，敬阿达一杯。好，那第一杯再喝一次啊。答。我都觉得都一样啦。我答是第一杯。好，那请孙生公布哪一杯是有料饮料？锁定答案，咚咚，要录音哦，咚咚咚，我们不会换镜位哦。恭喜，答错，第三杯是柠檬汁。哦，柠檬汁，可以耶，厉害耶，达达特工，奇葩告解室。你被影响了，请喝。奇葩告解室，你在品尝什么美酒吗？好，来第三杯。有感吗？奇葩告解室，敬孙生，敬你一杯。我让你喝二，我不要，手不要，哪个规矩？哪里不要？你有没有在喝啊？你散酒哦。我想要选最后答案，请锁定。噔噔噔。没有二，哎，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吗？你眉头是不是抽动一下？眉头抽动，那你觉得这是好喝还是不好喝的？好喝一点，可乐啊。对啊，就是可乐。趁好冰块往天空丢啊！就是可乐。换谁啊？第三棒。苦茶。换谁啊？换谁去喝啊？有忙的美丽。奇葩告解室，
敬大家，敬你一杯，这是我的第一杯，这是我的第一杯。胡须章，没有情绪的表演哦。哎，面不改色哎。这是第二杯。说干就干哦。哎呦，没有闪哦。哎呦，第二杯可以再喝一次吗？来，主要告解是，我敬大家。来 ，J Harden， 有 ，Harden， 保利达 B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第一杯再看一下。这怎么把废子？对啊，你这是吃到饱。喵喵喵喵喵。啊，不好意思，第二号可能再喝一次。等一下，我们来混一下。好脏哦、喔，我觉得二号啊。我也选二哎。下好离手、哦、公布正确解答几号？一号是苦茶。哎呦，胖哥，我被骗了，很会演戏耶！你胖老爹哦、喔。OK， 所以大哥三杯，渣男，我看三杯好硬。我说三杯哦、喔，就在后面哦、喔。你们看一下，我哪一杯要我喝上大哥一杯哦、喔？你怎么那么怕？哎、欸，我们职场演艺圈这么多年，怎么会怕苦茶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今天到这个容量比较多，这样算两杯好吧？你跟我差不多好不好？你这锅一杯，没有，你这是两个纸杯啦，看就不会觉得那么差，对啊，你看是不是少一点？跟我一样，哎，有吗？那你就多喝一点嘛。对，演艺圈十几年，你还不怕苦茶啊？奇葩告解是，来敬大家，敬你一杯，是我第一杯。好呀，靠杯啊，靠杯啊！哦，这个你们哪里买的？这蒲公英汁哎。我刚喝两杯。哎、欸，这怎么苦啊？哎、欸，苦出新高度了！你们这个真的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怕这个苦吗？真的很苦哎、欸！他刚才脸贴成这么近，说靠背啊！好呀，靠背啊，靠背啊！哎、欸，哪里搞到这个？第一次苦到来宾跟主持人换位置的奇葩告解室。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就你是会逗女生，是用各种各式各样的手段的。就自然而然吧，我属于 nature 啊 ，nature 派的 ，nature 那是 nature， 那是 nature。